正前，正前。好，来，大家停一停，来都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我今天跟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。我们参加的《为了我们的荣耀》到这里就止步于此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北京参加第二个赛道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但是还有机会，我们结束了吗？为什么输了？因为第一阶段我们没过吧？可能。对，我们第一赛道没有通过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参加第二个赛道的录制了。是，我拿的是。这是不是任务卡？这是给你们的一封感谢信，就想给我们的孩子们加油打气，希望在未来的时光里，你们的未来道路上可以越走越远，然后继续加油。那我把这个感谢信给杨森吧。Yeah. 观众在。好，我骗大家了啦！恭喜你们进入到第二赛道。真的受不了，我就说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，怎么都能录到，鸡皮疙瘩都给我吓出来了，我人都吓站起来了。好，这个是你们的任务卡。观众在哪儿，舞台就在哪儿，欢迎来到微博为了我们的荣耀第二赛段。哇哦，哇，这什么啊？来，哇，这有一个板子耶。哇哦，迎接美妙的下一轮吧。观众在哪儿，舞台就在哪儿，欢迎来到第二赛段，掌声。请在乐次元、干饭人、打工人中选择你最感兴趣的标签，每个标签都对应着不同类型的观众和表演场地。观众，现在有观众吗？你们选完就知道。选完才能知道的。乐次元、干饭人、打工人。哎，你看我这个状态像不像干饭人？我觉得干饭人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像的。就从体型来看，就你在干饭。脑袋大，脖子粗，我当个伙夫，好吧？哎，但其实说说，咱们还给想一想，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场景的呀、啊。你觉得干饭人可能会是啥场景呢？就是各个饭店嘛，吃饭的地方。对，干饭人就很直接了，吃货啊，对，打工人也很直接了。乐次元肯定可能在德云社。就是偏喜剧一点，你也挺喜剧。我跟你讲，很有趣。干饭人，我猜 Boy Story 肯定会选干饭人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他们小朋友就吃很能吃啊，肯定长身体啊，干饭人啊。干饭人怎么样？我觉得我现在有点饿，我觉得太适合我们，可以管饱了。那琪琪你选哪个？我吗？我干饭。小雨呢？我也选择干饭。狗狗呢？我也干饭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干饭了，我们就干饭了。我也觉得。我选干饭人的理由主要是最近体重又掉到56公斤了。我的刀呢？那我们选干饭人好了。对。想选乐资源的请举手。我们的音乐比较玩儿，也比较适合放在乐资源，那大家都选乐资源。你不打工哪来的钱干饭？哦，有道理。那打工人吧。对，打工人。我们选择打工人。揭开那个干饭人的啊，还有还可以撕开，啊，还能撕，现在撕这么高级。那我们撕开乐次元标签确认一下场地吧。好，可以撕下来，可以看呢，那只是要看一遍。你们在玩很新的东西啊！我接了，接。后面是什么？表演场地。五。这是路演，路边路演。它是一个青年文化聚集地，这里有很多潮人。哦，潮人。这就是我们干饭人的营地，表演的场地，帐篷。这个是要野炊吗？这是露营的地方吧，公园。我们在这表演，这表演舞台啊，这是表演，是吗？
哎，欢迎大家。这个空间有限啊，大家如果讲话也特别有镜头感的话，你们就看那个，你懂的。今天来了两个，就是我们乐华家族上一次没有来的两个团体，先欢迎他们。一个就是我们的 Neverland 啦，我们乐队也非常有才，欢迎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Boyhood 啦，大势男团，新生代超强男团力量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SCT 的歌手李希一。咱们这一次一是代表着我们的公司，第二呢，咱们也会见到很多很多喜欢音乐、喜欢舞台的朋友嘛，对吧？咱们还是以舞会友，咱们说白了又有舞蹈又有歌曲，咱们这一次就是爷们儿要战斗。不是，感觉今天被乐华包围了。被乐华包，我也是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我家大业大。今天第一次就是大家一起去露营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就也是第一次见到其他的就是家族的新的伙伴们。大家都是乐华的，就跟在公司一样，这不一样吗？不像混入了团建，有一种被乐华团建包围的感觉。团建，然后欢迎大家，欢迎 Story， 欢迎新大河，欢迎喜天。那今天得乐华请客了。我可没说你们在一边，你会等待还是离开？刮风这天我是乎握着你手，等偏偏遇见天大到我看你不见，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？我会比较好一点，要怎样就挥手告别吧，就让仿佛去吧，让蜜月告别过往，要怎样就挥手告。好像要到了，下车，准备走了，可以走了，走啊！等会儿，让他们先走，咱最后走。OK， 为啥呀？他们在最后面啊。你是什么咖位？你最后走。我默默无闻，我最内娱胡豆。啊，我们的小推车。对。呜呼！哦，还有这个呀？咱们没什么准备啊。咱们确实。Hello， 你们带了什么？哎，快点快点，速度！我们带了一个大大的充电宝，移动电源。你看人带个大叉子，他们像要去打人一样。你们吃饭用这个吗？是啊，干饭呀、啊，就只吃一口。他们的那个爆米花真的好的。放。出发，下一站。出发。走。咱那套吃好像没啥用呢，我觉得。我坐上面吧，要不？哇，这里好有感觉，狗狗。嗯。呀。啊，呀，好可爱，呀，好可爱，呀。快点儿，找个地儿坐。咱们快挤挤。好，可以。欢迎大家来到为了我们的荣耀，我们今天是干饭人主题的我们的露营地，耶，大家来露营了。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带来了什么美食，就从喜天家族开始好不好？你说我说怎么了？是没准备。我们以为不会从我们开始。我们带了我们在公司种的菜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的心血。不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茄子吗？对，这是茄子。茄子，好看吧？哇，好看，好看吧？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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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
我就看到一团黑的。然后我们也带了一些我们公司种的西瓜和香蕉，那边应该也都是啊。哦，哎，嗨！越滑越滑，用的是。对，就这个瓜。其实我们有设计过了，我们就想要达到一些效果。我们是小中大带过来的，对，就比如说，来子涵先小的。你的葡萄呢？先大的吗？先小的。哎呀，大的已经。你又在透根。好，先是西瓜。带了一个土豆，然后子涵是最小的一个葡萄。这不确定，这不是现丢，你不是刚刚拿的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的。我们自己带了，我们自己带了。那你们刚刚那个大中小的寓意是什么呢？没有寓意，没有寓意，就是玩一下的意思。对，就是咱们就是玩尬的，就是玩尬的干饭人耶。耶！呜！话说回来，我们还是带了我们最爱喝的豆汁。豆汁是啥？一种北京的小吃，喝的豆浆，很臭。我觉得很够啊，大家可以都尝一下。管够啊，豆汁今天管够啊。北京人豆汁儿，北京人必须喝豆汁儿，这叫一个地道。这个比我人还高的餐具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还是你高一些的。这个餐具多少长啊？这个你多高啊？别管。哎。本身就是干饭嘛，干饭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蹭，所以我们一面一勺。对。然后我们的新大盒，我们首先带了很多的糖。这个跟我们一会儿的表演可能有一些也有关系，是不是？细节控，细节决定成败。学会你的味道了。然后还带了一个，就俊宇没来，就因为他可能太难过了吧。我们把他的蝎子给煮了。蝎子我放这儿啊。很好吃，感觉。把他的蝎子给煮了。没有，谢谢。吓死，那是小龙虾吧？小龙虾，对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，我们。好的，谢谢。哇，好棒。你们真的有听见在说什么吗？当然了。我们来抽查一下，来晨曦。他带了什么？你记得吗？带了好多吃的。对，好多吃的。具体是什么呢？香蕉、养乐多、薯片。这个是 Boy Story 的东西啊。Boy Story 是今天准备的最充分。喂，在干嘛？别整货！别整货！快，别玩大的，受不了了。我们准备的东西一看就是很丰盛啊。首先有一个大锅，大冰箱，大电池，交个朋友好不好？哇哦！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跟他们一桌？我现在就是觉得。SDT 家族带了什么？三明治吧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工作餐，工作餐平常就吃这个。你在撒谎吧？是你们自己做的对吧？对，有参与到做。哦，参与。然后等一下，不是，因为我是参与，因为我做饭比较大，他们都在。有参与到做，是有在参与包装之类的。参与带过来。参与带过来。不是啊。那你说一下里面都有什么馅儿呢？这里边有鸡蛋的。不看它的话。我来说吧，里面有那个蟹棒。蟹棒。有鸡蛋。有火腿。火腿。还有一些什么沙拉酱之类的。挺好，所以你也参与制作了。没错。所以他撒谎了，对吧？所以他只负责吃，我们来做。谢谢。我们孝敬我们的好队长，还蛮有队长的职责的，给点掌声耶！我们其实带了一个秘密的一个东西，这个跟我们后续的一些东西有相关，有个彩蛋，现在不要揭晓，对吗？对，一会儿再说吧。给一个特写。来，我们的那个 Boyhood， 我们带了就是特别多东西，全场最多的，全场最多的应该是。可你们带的这些甜甜圈什么的，都是一些热量很高的东西。你们平常没有身材管理吗？我们没有说我们要吃。他来这害其他几个团体。对，分给其他人吃。然后自己一口也不吃，把碳水都分给我们，太坏了。Name， 你们也会有身材管理吗？
有啊，我们平时会练习，我们公司都很爱练习。对，我们每天早上几点来着？五点。早上五六点就在公司。对，然后练到晚上十二点。下次我来公司的时候，希望在凌晨7点看到你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一定要在哦。好呀，好呀。不要在床上撕裂。昨天我看到刷到子涵的微博，你有发一条跟杜总立下 flag 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当时是怎么样？突然想发一条这样的东西？没有，是就是他逼你发的，为了做话题吗？说出实话是不是。没有，就是昨天找我，要约谈了。嗯。啊。他妈经常会找我们谈心，解开我们的困惑。对。大家可以开饭了耶！ Yeah! 这才是今天的主题。我们刚刚自己说不吃的。走啊，拿勺冲了。我们就吃一勺，我们就烤一勺吃。众筹啊，众筹，众筹。那什么，这个放这一下就占满了呀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占空吧，咱们不要它了吧。你们分一点小饼干。过来过来，我是手很短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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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已经有了，有了有了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大家随性就好，没关系没关系。镜头来。他们带的是什么豆汁吗？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真要喝吗？我们的豆汁。哎，我真的我没有喝过，我从来没有喝过。贼好喝，甜的，跟豆浆差不太多其实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就不要闻，就闻起来不好，但是喝起来。好好喝呀，这个东西。你喝豆汁吗？我不喝，谢谢谢谢，感谢。你喝豆汁吗？我怕一会儿吐出来会很难看。吃啥呀？豆汁，你可以尝一口。啊！你刚刚是喝了一口，然后来陷害我们。它的味道。一口肉圆的味道。拉菲，试试。哎，又来了。跟我老家一个什么很像？不难喝哇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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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干了啊！咱们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干了，干豆汁，干豆汁。我哥，我有一杯吗？来，给你整一杯。来来来来来，满上满上。勇士，都是勇士。没事，快点吧，我们也不用怎么串门了，就赶紧把自己火锅点起来得了。不是，我们其实可以拿一点，一点。够了够了，别甩了，哥。不够，这才多少？你们想吃清汤的还是想吃红汤的？辣的辣的。OK， go。不够，不够，够了，够了，不够。有的人吃不了辣，不要太多辣。弟弟们，你们有筷子吗？有筷子，有筷子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好混乱啊，我要疯了。好，盖上锅，盖上它，开始。你搅一下呀，哥们，你拿手搅啊。稳住，稳住，大家不要着急，好吗？拿手搅。我裸搅。不要动。快闻一闻。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大家都来吃啊！哇，来过来过，一起吃过。火锅还是太热门了呀，大热门。哇，你们这个真的很 nice。Fit the box, fit the mold, have a seat in the foyer. Take a number. I was lightning before the thunder. Thunder.Thank you.